演员再近一点哦，我们男女主角，还很棒。好像了，好像了耶！真的超美，怎么拍怎么美，怎么拍怎么的，麻烦带这一套，直接悠悠哉哉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点 idea， 好不好？我找到流量密码，流出来了。海底捞是吧？对对。我再给你看这表情，他是这样子惊悚，啊，你也是这样可爱，在他后面。不是我吗？看一下，长什么样？有吗？屁的，你接见过吗？林博士在后面怎么讲？变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。哦，就是在前面。可以。还好我们有董导，他真的好优秀啊！对啊，他车上一直在找，一直在研究。那个两个演员再近一点哦，我们男女主角还很棒。哇，好漂亮！再招，再招，好漂亮！等一下，董飞，哇，好像，好像耶！超亮！哎，这个枫叶太厉害了啦！你看，阿里巴巴，哎，他们也很好看。我也想拍了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国国寺这边，国国寺必须凭良心跟大家认真的推荐。世界遗产之外，这一个季节呢，刚好是有红枫。没错，这时候刚刚好，大家可以来。而且这边是真的超美，怎么拍怎么美，怎么拍怎么办？如果人像给他，如果你是网美，号称自己是网美的，麻烦带这一套，直接悠悠哉哉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点 idea， 好不好？我找到流量密码了。来到这里，让你们开心的花钱，好不好？哎，不用万块，不用比拼啊，不用比拼什么，这么爽？真的给钱的啦，好爽哦！哎啦，总是要开心嘛，对不对？难得来韩国了，来八万，哎，八万相对于台币是多少钱？八万是没多少，两千多了。你们就唱街去，找到五个人。这五个人，然后他们点了什么菜，跟着啊，你就帮他买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啊，我们就招待他们，请他们吃。八万块交给你，跟他一起，我们就对，跟着你们一起吃。对啊，这很好的交流嘛。对啊，韩国人真心嘛。对啊，那这是凭什么？你明白吗？这凭什么？你说啊，这没有凭什么？没有，都没有凭什么？没有比啊，这不需要比什么，给大家物美啊。谢谢啦。没有关卡，我们这一关就是给大家。好好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两队准备出发了。可以可以。那个后面，我们后面。哪里？啊，好了，好了，欧巴。我们过去等我一下啊，你要过来是？哎，不是，我们这边有小哥，他是第一个。你好，哦，那我们带他去，请他吃。耶！阿弥达，可爱哦！嗯，阿弥达 ，Enjoy，Thank you，Have a nice day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Have a nice day。好，那换我们四个一起分享。我怕会掉。对啊，爸爸看。我怕会让你爸爸看。给画面，哇！给你们介绍，对，它里面是，哇，它是 cheese 吗？它是 cheese， 会流出来了，哇！你切的比较漂亮，哇！海底捞，怎么办？你有在锅店打工？现在重点是麻辣锅店打工。现在重点是我的手很烫，就跟你说很烫了。好吃哎，它有像车轮饼，里面夹 cheese。对 ，Beautiful Mommy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都是艺人吗？有名的。对。都非常有名。我在那边假装翻译。Hello。不是只有有名 ，Superstar。Superstar。Yeah, of course, why not? Superstar. It's my favorite. One, two, three. 好，阿弥达，超可
来吧，换我们，换我们，换我们吃了，换我们吃了。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真的，哎，这个卖多少钱？哎，这蛮贵的，蛮贵的。我们这样子，5000，我们这样买五个，2万1啊。2万1，我们才8万块，你这个就2万1。2万1了。哦，这个感觉很好吃哎，我超喜欢玉米的。是啊。很像台湾的那玉米杯杯。哎，可是我们这样就花了好多钱了。你觉得现在是来花我们钱的？突然间觉得事情不对了。马须烧肉好好吃哦。我觉得我们要往那边去。好。嗯，就是要远离宪哥一点。好。